我拍一下我们家的晴天粉，这是在山中菏泽雨后佳人朵朵那里买的，是四年苗。我把几个花苞给剪了，因为它是裸根移植的，所以说我还给它打了伞啊，打了伞，就是晒得太厉害了，它水分蒸发太快，它根还没完全长好，所以说就是为了它尽快复壮嘛，看来是没有问题。你看花已经透射了，花苞我捏了一下也变软了，应该是在明天后天肯定要全部打全部开，我让它开两朵啊，其实可能多开也没什么问题，因为我给它遮阴了。这个是的确是漂亮，而且长势特别快，长得特别高，所以我专门来拍拍一下。拍完了之后看吧，好，然后再把它遮上。遮上，看一下雨晒一下，等它完全开到的就把山取了，中午的时候太阳太大把遮一下。